想和你好好谈心。所谓的优质时间，就是具有高品质的相处时间。无论你有一小时、一天或一周的时间，学习将注意力放在与对方的相处上。但是，如何让彼此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呈现自我，这其中的要点在于自处与相处。自处是敏锐自身与当下环境的连结，不把注意力放在回想过去或是担心下一刻，而相处则是专心在对方与自己的互动上，不是为了对彼此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或是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，只要能够专心的在一起，无论是一起散步、换电灯泡或一起做饭，都可以乐在其中，拥有高品质的互动。专心与人相处的优质时间，让人能在心情放松的状态下，更深刻地分享生活中的细节。陪自己与重要他人走过命运的十字路口，我是心理师陈永仪。做自己的主人，找回你的心，印心电子，真心祝福。